天团防弹少年团的成员朴智敏，凭借着超强舞技和歌唱实力，备受全球粉丝喜爱。即将在下周13日欢度26岁生日的他，全世界粉丝都已摩拳擦掌，准备为心爱偶像送上大礼。其中俄罗斯粉丝更在推特表示，已经争取到在俄罗斯最大的卢日尼基体育场，与偶像生日当天为他点上亮紫色光芒，并表示要在8万人的场地组织活动，其实非常困难。因此，粉丝都为智敏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，而选用紫色灯光更代表专属于 BTS 和粉丝之间的词汇“只爱你”，以表达对智敏的爱。消息一出，韩国网友纷纷惊呼：“智敏生日规模果然不一样！”更有人直呼：“10月就是智敏的世界。”